圣主安安，下星期生日，下星期生日结果代赛抽到教太丑了吧，可以来 A 一场 B 两场达瑞斯多各安慰一下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不知道夜曲上单是想要干嘛，但应该打不赢我吧。有毒爸爸来了，我觉得我有自信屌打他。爸爸要发福利了，爸爸要发福利给免费仔啦，直接来100分订阅。爸爸没在演的，爸爸是真的没在演的，真的是爸爸。我们看到爸爸出现一定随时更新我们的达瑞斯的练度啊。多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刮一个，是啥？你们有没有要帮啊？这啥啦？这啥啦？这也太那个了吧？不是啊，怎么会打成这样？而且我还点一，我也打一打一等点一，现在没招了，现在像个小傻逼一样。啥鬼？拿到。肉肉，我最近很低潮，你可以跟我说声加油吗？当然，你什么时候叫肉肉了，我都不知道。不过你既然要加油，我们就跟你加油了。什么水平？是什么水平？是什么水平？直接被我挂在塔下。哎，送温暖啊，送什么温暖啊？送你妹的！哎，为什么有阿里帮补线啊？怎么有阿里帮补线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阿里什么啊？你是叫我肉肉？那我如果瘦下来怎么办？瘦下来要叫什么？瘦肉。这个人本来叫肉肉，他瘦下来就叫瘦肉。哎，不错啊，这感觉不错。哎呀，什么水平的人？什么水平的夜曲 ？Tangerine， 谢谢 Tangerine 的支持。什么肉肉棒？我以前都请我的猫吃肉棒啊！我以前都请我的猫吃肉棒。那个它有一个那个肉条，猫咪很爱吃。不是啊，我那种肉条啊，这猫咪吃的那种肉条啊。不是那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肉棒啊！哎呀，好恶心啊，观众，你们好恶心哦！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肉棒，是那个肉条啊，粉红色包装的 ，Vita Craft 吧。但是我的猫超级爱吃，它看到就发疯那种，它以前看到就发疯那种。可惜啊，猫已经不在了。哇，还滑还滑，可以啊。那再来啊，阿狸，臭狐狸，他妈前期一直搞我，臭狐狸，结束了，上单，这夜曲只有被我暴打的份了。阿狸想坏坏啊，浪费时间呐、啊，六等还在跑线，自己只有六等还在跑线啊，可爱，真的是可爱。你晃掉一次 Q 就可以开始比表情了。小丑啊，他是以为我会回家吗？我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在怕他的，他那个什么垃圾装备，直接蹲一波，结束了。出这个 BD 比较快，出三箱砍这个塔大概只要5到10秒就好了。这样子尾刀的。怎么还打？怎么还打？有没有大绝呢？
感谢没抓到小龟。找到我刚就来砍塔了，有够快了。这个三项拆的有够快。什么时候学会玩达瑞斯的？我本来就会啊，我最近都上了多少个达瑞斯精华了。达瑞斯经过此人有毒的调教以后，我已经是得心应手了。感觉史丹利现在很会剁了。你的剁不要那个剁啊，你那个是堕胎的剁啊。你那个剁要是我用的话会被嘴炮啊。要用剁肉酱的剁啊，不一样啊。你是去当乞丐怎么看吧？这一直问呢、欸，你们是来问答我的是不是？一直问我其他的事情，你想问我对于神的兄弟吵架有什么看法？你想要对于椅子去当乞丐有什么看法？我没有看过影片，所以不予置评。转角遇到爱，手也没了。砸他！不要！这是铜牌吧？不要再买账号了，真的，不要再买账号了。他还韭菜，沙小，我刚杀好人走过来就，这人机吗？这些人肯定是人机吧？啊，死了，是人机吧？是铜牌吧？这个饭康特我们，而且还带徐若。是啊，阿范本就康特达瑞斯啊，又不是在李游博。啊，我每次遇到达瑞斯都选什么？是不是选饭？达瑞斯，天哪，达瑞斯，我选个饭他怎么玩啊？不是应该觉得死人没他吧？哎、欸，别跑啊！干嘛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流血流到死的环节！可爱，可爱的夜曲。哎，这夜曲上路的水平太低了。什么水平？晚安家里。我每一场单杀完人都想问什么水平，真的。啊，真的是，这帮人玩的太阴间了吧？我同意啊，我也同意啊。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上来的？他们到底是怎么拿到峡谷之巅的账号的？我等一下想问他们。我不是在嘴炮啊，但是我想要问一下，我没有要嘴炮的意思啊，我是真的很好奇，就是。这地方有些会玩的人，但是会有些很莫名其妙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极速 BD， 三项之力 BD 的威力啊，直接开通主堡，极速都根，看到我只能看着我把他的塔给怼了，除此之外他什么事都干不了，差一点了。爆不了，靠呗。不是两个人啊，守住就是死。安娜，今天过得好吗？大姐都不想开啊。阿狸帮我们抓痒痒，他没大姐了。哇，没下去啊。我一闪现被起飞了，有点倒霉。结束了。歌里今天的金牌精华加上那个配乐好精彩。嗯，好精彩。所以我们被暴打你们觉得很精彩吗？这么多人希望看到史丹利被暴打吗？哎呀，直接结束了吧。
接刮烂。没有，饭很痛哦。哎呀，我决定了，晚点前期强一点的比较适合这个地方。神举报一多，你们究竟是如何拿到峡谷之巅账号的？我以前都请我的猫吃肉棒啊！我以前都请我的猫吃肉棒、啊，不是那种，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肉棒嘛、啊！哎呀，好恶心啊，观众，你们好恶心哦！他以前看到就发疯那种，你们好恶心哦！什么水平？